野生中华鲟整个每年回游进入长江进行繁殖的这个群体数量呢，是已经不足100尾了。目前呢是处于最极度濒危的一种状况。由于这个子二代这个中华鲟繁殖技术的这个突破，就可以保证呢它在至少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边实现这个种群的一个持续的繁衍。 其实这个技术的突破呢，是对中华鲟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一个重要意义的。中华鲟呢，它是一个这个旗舰的长江的一个旗舰的物种，那有稳定的中华鲟的种群是在这里持续的生长和繁衍，才能证明来和验证我们的长江呢是健康的，长江的生态系统呢是可持续的。